马金明，你好吗？好久不见，老金，马粉丝哟，因为好久没有拍这个影片呢，因为那个前几天呢，因为忙着做家务啊，或者是那个玩游戏呢，那个 game 啊，因为那个两三天呢、啊，没有忘记拍，没有办法拍 video， 讲错了，因为那个忙着游戏啊，忙着做家务啊，要做那些东西啊，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拍 video 啊，所以呢，你们大家想我吗？忘记了吗？我麻烦之后讲是，今天是我家的姨的罗小金的那个 MV 女士的。那个是小金阿姨的生日的第一天，那是9月2号，所以呢，我有上面呢是第一次做的 Pinterest 的那个假佛的那个，然后呢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佛色的那个 Pinterest， 这是第一次亲手做的，你写是金露阿姨 birthday 啊，所以看到这漂亮吗？那今天是我要拍这个。的场呢，拍这个 vlog 是小姐阿姨的生日的网络的那一天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都没有办法去那个沙登那边庆祝阿姨生日啊，因为没有办法见她，因为那个半年好久没有找我的姨啊，就去喝茶啊，或者是吃东西啊，也很久没有去逛街啊，所以呢，就好久没有找阿姨啊，然后呢，因为她好久没有。找小金阿姨啊，所以呢，因为那个我都很好，我很好，她也很好，所以因为最近忙呢，因为那个好久没有 call 我啊，也好久没有 call 回她啊，因为她忘记 call 回我啊，所以就那半天了没有人接电话啊，所以呢，也废话不多说，我讲的是，粉丝要讲的是。我有粉丝有 TikTok 的 birthday 的 video 的嘞，那个是第一次牵手做呢，那个两姨子呢做吗？上面你看，这个是那个这个是 TikTok video 的牵手做的，是放那个英语歌的 Happy Birthday 啊，那这个你就听一下，啊，做了这张不错啊，那啊，做了，我现在唱你，啊。中命本身听，而且唱给阿姨听啊，这个是英语歌呢，这个就是 Baby Birthday to you， 哎，我讲的是我要唱的英语就是 Baby Birthday to you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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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，接下来。华文呢？这样子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阿姨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这样唱完了，这样，刚才看过了吗？因为那个今天我在网络庆祝 birthday 的时。第一次写的就祝阿姨生日快乐啊，或者是 Happy Birthday 啊，写什么东西什么都可以啊。比如在上网，抄这个存那个漂亮的 Birthday Cake 啊，什么 Cake 都好啊。比如说形状都不要紧啊。所以今天2号是小姐阿姨的生日的第一天，是九月的中秋节的九月的，是这个现在呢也是九月的，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啊，都没有办法去找阿姨庆祝生日啊，所以从来没有吃过啊，几十年都没有吃过阿姨的 birthday 啊，但是呢，也是也心动完成的这样子啊，现在呢，这就是也是 MCO， 这是很像心动完成的，3.0的，然后呢，这是从。5月6号 MCO 3.0开始的雪浪鹅啊，风到已经3个月啊，还不到9个月啊，不是，不到4个月啊，那现在呢，连算是2号，不到6号算是不到4个月，现在还是3个月半，这是3个月半，所以还是记得还是要乖乖待在家，记得也要 stay safe， 还是要 stay safe， 然后。
要自我隔离几天啊，自我待在家啊，还是要小心要保护自己啊，就是一种一天要戴 mask 啊，这些讲完了 ，OK 了。今天影片讲到就这里了，今天影片的小杰阿希的生日的 vlog 的第一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又记得，如果还没有看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记得一个 subscribe， 马建明的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阿姨的 YouTube 也有，那个是进入的也有，记得 follow 的，还有按小铃铛，还有 follow 的 Insta 一个建明嘛，还有一个 TikTok 也是一样的，还有一个阿姨的也是进入 SC 的 TikTok 的，所以。感谢的支持的，感谢我为阿姨的祝福的 birthday 啊，现在讲完了哈，然后祝阿姨，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，还有青春美丽的，就是你是呢，是的，青春美丽，现在讲完了，下次。